小趣味大提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大提声。呀，本期接受南方访问的是南非学习世界主题人聪怡，聪怡老好，观众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聪怡之所以呢，讲那讲故事啊，要配音过哈，要接触就食母食老啦，就做明仔打咯。可以打，确实呢是我有行哈，我有贴心应酬，而且我也会觉得哎，配音呢如来如趣味，特别是这第一句话来红音呢，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哎，过奇妙，奇妙。那是怎你打？就在打吧，一开始的时候我配音，点点个滴答，怎你唔多呀？打打呢，配打打你个答，就抓抓扮演。又后来呢，配音打，知道歌曲早时来转换，非常实用。是，比如打啊，那普通话出一些，给俺歌曲早时来播呀，什么什么妈啊，什么呢啊，什么爸、啊，对，像那种你也把伊。过来，让伊听起来呢友好，叫他卖只碟，因为碟听起来搞就是唔如真。对，比如讲，这件事是真言吗？哈、哦，如果他对下个世界三，要弄一个小应该怎么弄？要这件事世界三哈，世界三咪，哈，世界三吗？世界三吗？这件事世界三吧。啊，是接生吧，主要跟得到第几接生咯？哈，接生咯，咪接生。这几个先应该去做生的话，咯哈，然后哦，哈，因为伊人都是读，唔当系个简单学生，唔当系才应该。而且比如到有人问了的，那家不哎，而且那就会解答，我家好，家好，家到家到，家哦，去当几个。哦，好，伊就成为了就改革去做事了。是啊，要如果咱你买只地位了也好，应当买咯，哈，这个咯也是这个去做事。是，要比如讲吼，你啊，做这生意哈，对吼，喏啊，啦哇，其实是非常做个。我了解只错，个去做事落去啊，听你哎，古个山东个好做。是，因为感情色彩做出来哇。可是个，其实咱第一个当然是错，个去做事啊，到这故事来本呢，首先呢，有点是你打。加落去也好，你当卖加落去也好，但是你直当加落去呢，你就会起高的，大位要委员哈，或者是的，古的才有色彩，甚至呢，有边个点呐，高古的意思表达的意思。不大比如这三哈，即老古文那个比较在哪区别哈？比如大，伊做来比我好，哈，遐你加个就改你哈，伊你做来比我好，很好开。固执的意思拢是爱表达啦，伊做来比我好，但是都一概了的，伊做来比我好，就跟普通个听说过哈，就是现在把这事实打出来这点，要都是概念话哈，那打伊哩做来比我好，要是讲叫到了爱所以现在白，有阵会不爽去定感觉现在，要都导致个个更好多呀，连感情色彩随之出来一点就哇了。是啊，老唐之前嘢加个只学落去讲呢，伊个感情色彩即时就出来了啊，导致个个更来帮呢，只顾话伊也就哇。起来了，每当要跟这个称呼哈，呀，第二个呢也讲普通话唔扮演，因为咱这种人认到这个称呼头面，所以也在对啊，比如讲阿弟、阿兄、阿姐、阿爸、阿妈、阿聪姨、阿鬼孙，是要到排行称呼之外呢，有阿大、阿姊、阿三、阿四、阿老伯，哈，今日当然不单归单，过去呢和来一个农家个三口是新阿大、古阿姊、伯阿三，意思最大，老大称新三啦，老姊就称阿古个啦，老三呢就连称阿伯个三，这是到后个末节有品味个年代了哈。是，好，阿党总啊，李伟师啊，林老师啊，同声顶顶，跟这龙我叫他阿咪介就是，跟着咱这个第二个专家研究哈，这个阿呢作为这个最脆。是从这个汉魏六朝保留落来的这个高舌歌，甚至呢，到这个水清汉歌的名色头面中呢，也有这个这个开口度比较大的这个音质作为这个嘴唇。所以呢，这个也是咱大家这个第一句是保留了咱高汉歌基本特点的整个这个了。未答即错第九位嘅跟人习惯啊，当咱第九位嘅配音来播呢，也是会比大量嘅声音噶。好，好啦，最想从一个分享好，感谢大家嘅收听，那下期再见，再会，拜拜，拜拜，拜拜。